We have a packed program for you tonight. We'd like to thank our community sponsors, and we'd also like to acknowledge Ms. Judy Wong, Director General,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as a key supporter of this event. Thank you.
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非常感谢中华青年会办理抗战胜利图片展及今天晚上的纪念抗战胜利餐会，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聚在这里，共同缅怀抗战的艰辛，共同审视与回顾抗战历史。也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参与，回忆我国对日抗战8年，虽然最后我不取得胜利，但是却付出无比惨烈的代价。中华民国与日本历经22场重要的会战，1100多场大型的战役，3900多场小型的战斗。国军官兵总共牺牲了322万，还有268位将领为国军殉命，在平民部分，至少有2000多万的平民于是丧生。所损失的金钱及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可以说，这一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武战争史上牺牲最惨烈、规模最惨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战争。官至空军中校，在兰州空军基地服役。Thank you.
Number 122. 122. Number 260. 260号票有没有？恭喜。Number 332.